上个周末虽然只有一场中超比赛，但是欧美各大联赛却是异彩纷呈，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精彩的进球。接下来就请来一起欣赏我们给您评出的上周末的国际足坛十佳球。多特蒙德终于赢球了，因为他们有格策和莱万多夫斯基这对好搭档。这次进球的就是被穆里尼奥看上的格策，而送出助攻的莱万多夫斯基虽然才22岁，却已经是波兰国家队的主力了。电光火石间，巴洛特利凭借自己强悍的身体完成了致命一击。不得不承认的是，这位来自意大利的希望之星越来越适应英超的风格了。小球会也能藏龙卧虎，莱万特队的胡安卢就证明了这一点。能够毫不犹豫地选择小角度凌空抽射，胡安卢的技术可见一斑。在背对球门的情况下，索比斯仅仅是凭感觉就完成了这脚世界级的射门。足球王国果然是人才辈出。看似闲庭信步，实则暗藏杀机。尤文图斯的这次团队配合堪称经典。蝎子摆尾并不是伊布的专利，同样从阿贾克斯青训营走出的亨特拉尔也有着和伊布一样的绝技。沃克尔的雷霆一击让阿森纳尝到了本赛季英超的第四场败仗，北伦敦德比越来越有意思了。亚当·约翰逊这脚漂亮的圆月弯刀能让他摆脱英格兰边缘国脚的身份吗？但愿卡佩罗看到了他的这次表现。张飞穿针，屋中有戏，用这句歇后语来形容前阿根廷国脚库铁雷斯的这粒进球不过分吧。平挑射，德尔迪约科的这粒进球一气呵成，干净利落，而且绝对惊艳。